我选谢友强。那他不是坏人吗？谁是坏人呢？你是坏人。坏人头花花。花花花花。花花花也是。坏人头花花。爹，你怎么把我给坑了？没有，媳妇。看我背。不是，媳妇。头花花。花花哥。我怎么能是坏人呢？我跟你讲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就觉得我儿子很优秀。嗨，我投脸脸。啊？你竟然投大高个儿？这大高个儿嫌疑人。不是，就投他，我投他了。谢谢，谢谢，我能输。玉田，我投玉田吧。上一轮泼水的时候，我觉得他确实就比较被动和遭罪吧。明白，来孙怡，我还是投我投耀文吧。啊，这都大高个了你还投？不是，因为他那个线索已经那么明显了，看到他和一个大高个子一边唠嗑一边往村委会走来着，那么明显的线索他还说出来，那说明他一定是有把握，他没有问题。他把他同伴的撕掉，他能撕两张。那我为什么要留自己的？那他宁愿出卖自己，他也不要出卖自己。啊，他是这种人啊。我投招弟儿，我觉得招弟儿肯定没毛病。这一圈看下来，招弟儿，只能招弟儿比较有信任度。你怀疑谁？我肯定怀疑这两个大高个儿，谢飞机和顾生。他互踩了，他现在互踩了，开始。怎么我互踩？同伴下水了，保自己。确实，我好无语。有意跟票是吧？不是，我就想说啊，刚才如果我们觉得耀文是好人的话，他刚才说描述了踩了他有问题，然后他们俩现在一块投招弟。如果他是坏人的话，他们投招弟让招弟去，招弟的身份也不太好。我可不想背这个锅。俩高个儿有一个。对。我就投一个没有任何指向、不参与斗争的人。我吧。就我妈。对对对对，白云。